第二十题，小溪测量体积皆为100立方公分的水与酒精，都自0度C 升到4度C，记录其体积对温度的变化图。下列何者正确？纵坐标之体积数值非依正常比例变化。我们在前面的书当中，我们看到水有所谓的异常现象，水呢在低于4度C 的时候，体积反而会随温度的下降而膨胀，所以呢表示在4度C 以下，水是所谓的冷胀热缩的，而温度越高，体积反而会越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，如果是酒精，酒精是正常的，酒精正常它应该是热胀冷缩，所以温度比较低，它体积比较小，温度比较高，它的体积会比较大。可是呢，水却是异常的，它反而是温度越高呢，体积会越小，所以它图形应该长得像这样子，就像我们的 A 所显示的一样。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记录其体积对温度的变化图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